机会。老爷千万不要用暴力了哟。哇，金色传说，一次就抽到金色。啊，不愧是老爷，小事这就去帮老爷拿出来。我终于找到方法冲破禁制，从那该死的地方出来了。蓝色的凤凰，为了庆祝这自由的到来，吾要大开杀戒，蝼蚁们尝尝吾的离艳吧。不好，快闪开。我的气，绝非一般，吾人屏障一点用都没有。这样下去，人皇陵就要被这孽畜毁了。诸位道友，此兽残暴嗜血，霍某在此恳请诸位竭力出手，守护人皇陵，义不容辞。区区一个归藏境巅峰，两个归藏境初级，也想对付吾，简直不自量力。此兽很强，一起全力出手。扬言者安，流星落刃，天巡起行者安，找死，泯灭之火。这也太厉害了，自己挣脱系统封印跑出来？难道是上次老爷暴力抽之后，我忘了修复裂缝？哦，小石太没用了，这就去检查。有点意思，神级法器的碎片，姑且收下吧。该死，这孽畜至少有天人境的修为。太弱了，太弱了，一个能打的都没有。这小千世界里，吾就是王。